我是大理寺在册的捉刀人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程心卖酒的全家让人当狗宰。 你这么厉害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杀了他们。我是捉刀人，不是杀手。带上我吧，我就想要个公道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岳文家无论如何，夏子，这趟浑水你趟不了。懂了，雨夜好杀人。 眼睛瞎了，心里想，我只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我不过想要一个公道。没有公道的事情，我们见了多少？公道，你给得过来吗？ 人我杀定了。